起来了，湿地的感觉。中游。都有栖身根的。是一个国家公园这样的地方。会有萤火虫。对啊，有些东西在跳呢。这树是海芒果，那个是海芒果。对啊，那一粒一粒的。瞬间加速。那你等下先吃。哦，好像红毛丹哦。哦，记录你吃下去的神情。等一下，拍一拍，脏脏。哇。弯磨。吃看看，我没被接。吃下去了。这么大一个一坨，很难咬吗？就那么一点，好硬吃啊。有汁吗？好硬，没什么汁，没滋味，没什么汁，没什么汁，而且不好咬，没有水，纤维很粗。导游在笑。哇！我看到这个。一人点一个。他觉得没有肉的，他是不是就？哎呀，里面有。哦，洗一洗就好。后面还是刚腌的。这棵树真的非常好，而且超级圣诞树，很漂亮。你看我的荧幕。都会很亮，很多一闪一闪哦，对。